到你。好。把它弄热一下就可以了，弄热就可以了。烧了烧了。还有那个炭香味，炭香味，就是我们每次煮出那味道。那么最主要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吃这个热腾腾的榴莲。你吃过 ice cream 榴莲对吗？但是你吃过烤榴莲吗？如果没有吃过烤榴莲，来 Burger try 一下，找我们烤榴莲给你吃。